韩国女星崔雪莉在个人社交网站上晒出最新美照，她身穿粉色一字毛衣真空出镜，清纯又性感，一头短发焕发新的魅力。雪莉的颜值这几年比较受欢迎的本身肤白，再加上少女小性感，换了短发抹上红唇竟然还很美。黑色本身就是一款很衬肤色的发色，崔雪莉把头发染成黑色看起来就特别清纯，加上凌乱感的梨花头不仅修饰脸部肉肉，还带着几分随性感。粉色的一字领毛领超显肤色，衬得雪莉皮肤雪白雪白的，大红唇配这种小清新的毛衣真的是既性感又清纯。